好好，这里 OK 好。各位来宾大家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苏俊杰的个展开幕。那我跟苏俊杰认识应该四年有了，是。那在这几年之中呢，我觉得在澳门呢也在寻找一种艺术的新能量。那这个能量呢应该来自于自己对艺术的一种喜欢。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在以前刚认识的时候呢，他自己常常会去做一些材料的混合，他喜欢做一些材料的实验。这些实验里面呢，我其实还蛮期待他可以做出一些属于他自己的开发。那所以在这边等的过程之中，这边四年了，在四年的过程之中呢，可以看到他这个材料呢常常也有失败的。这个失败里面呢，可能说他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很多的同学会来跟我说，哎，老师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些错误。可是我发现他会去找说，老师我最喜欢这个，他会在一个画里面呢去找到他最喜欢的点。那我觉得他把这个点找到以后呢，慢慢的延伸到上次的个展，那这次他的个展呢又再一次有新的呈现。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在那个造型上面呢，以前呢他有一个轮廓，有了轮廓以后呢，在里面呢内充颜色，内填颜色。那这次呢他是把一个颜料呢从色块优先把这个色块呢再成就出一个形状。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在造型上面呢会更具有更大气啦，更专业啦，它更有一种成熟度。所以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在开幕的时候下着这个雨后那么浪漫的来到现场。那我们待会呢就可以请大家呢看看他的作品。那今天的策展呢还是关键，还是我们的主角，我们请这个阿杰呢也跟大家来说几句好了。好，那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咁今日落咁大雨，都多谢大家都嚟出席我嘅展览咁样啦。都多谢观乐儿基金会啦，同埋多谢蔡 Sir 啦。咁呢个展览，佢個名咧，同埋個題材構思，我諗要講翻都係四年之前啦。啱啱認識蔡 Sir， 第一次跟佢學畫畫，我哋嗰陣時大概係有都有十幾人一齊學嘅。咁第一堂學咧，我記得係畫一幅水彩畫，一片草地啦，跟住兩間木屋仔咁樣。跟住咧蔡 Sir 示範咗一次俾我哋睇點樣畫之後咧。咁我哋就跟住畫啦，畫完咗咧，我去睇其他同學嘅畫，發現咧每一幅都唔一樣，即係同蔡 Sir 畫俾我哋睇嘅完全唔同。有啲畫到狂風暴雨啊，行雷閃電啊咁樣，跟住有啲就會後邊畫火山爆發。咁蔡 Sir 喺呢堂之後，佢又同我哋講不如你哋畫你哋自己中意畫嘅嘢啦咁樣。佢用普通話講嘅嗰陣，咁咧。我哋啲畫畫嘅題材都開始變到越嚟越天花龍鳳啦。咁我諗其實就喺呢個時候，我重新中意翻畫畫啦。係啊，因為喺嗰一刻，我覺得畫畫俾到一種好自由嘅感覺。係啊。咁我畫畫嘅時候咧，唔係好似平時人哋畫畫坐定定喺度對住塊畫板咁畫，我係拎住啲顏料圍住幅畫布行嚟行去咁樣，跟住潑啲顏料上去。跟住等啲顏料自然咁樣流動啦。咁其實我每一次都好努力咁樣控制一啲我想佢出現嘅細節，但係有時都會有好多意外發生啦。咁喺嗰一刻，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得我一個喺度畫緊嗰幅畫咯。個感覺就好似我同呢個宇宙一齊去共同完成呢幅畫咁。係，到最後都多謝大家，即係嚟。多謝。Hello, good evening. Thank you all for joining us tonight. It's a pleasure to have such a young artist, Macau artist, here at the Rui Cunha Foundation. We always aim to promote the art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young artists
who need a platform to showcase their work.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and help Austin so promote himself as well.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and enjoy. 好多谢首先啦，我哋嘅大乐营嘅文化部嘅主管啦，都协调完，非常之多谢大家嘅到嚟。咁呢一个苏振杰先生啦，系我哋澳门嘅一个年轻嘅艺术家，系年轻嘅新一代啦。咁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嚟到呢个夜晚啦，嚟到去享受啦，去参观睇，去欣赏我哋嘅今日嘅画作。 And just a final note, if you can share the photos that you take here tonight, and don't forget to tag us on Instagram at Rui Cunha Foundation. Thank you so much. 咁啦，最后一个小小嘅提示咧，就系大家如果想影嗰啲相啊，咁记得唔好忘记去tag翻我哋观乐儿基金会。多谢大家。 And we'll be serving a little cocktail. So, 咁我哋啦喺欣赏画作嘅之余啦，我哋嘅苏先生可以带大家去欣赏一下画作，亦都可以解释一下啦。咁我哋喺门后面咧都有一啲准备到一啲嘢食啊、饮品，咁大家可以好好咁享受。咁我哋而家可以跟住苏生去欣赏我哋嘅画作啦。 取消这个环节好不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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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